按照以来竞选各界议论的总有 T3 天然气接收站也建完嘞。刘英台呢就托台谈俄罗斯会员开始施工嘞。一直以来真关心俄罗斯生态的环保团体，草编一托刚才因投钱，可以提91%的记者费，还是刚才因澄清，表示中央同地方政府。按照以来针对环保团体提出一条文字法，同台谈俄罗斯企业签订做自愿提件，相互系送来送去，希望监察院会做到监督的权利，好好纠正行政院同强制破费，对实际的公务员提出弹劾，还个纠纪案，按内张做的纠，强强就会速度破坏的台谈俄罗斯反比。一百又一百起出来，每道的首富太坦走走发生，创人关心走走议题的潘中进，看起来寂寞奈何。上个月二十四，海会会进行首席相关单位，头三个礼拜内讨论出后续的判法，连忙去喊到嘞，三月送本桃园市政府。你要都变成讲，保育早就按创造的事情哈，给行政单位全部是民进党诶，其实都纵容送本啊，送本。地方有送本中央，中央有唔负责任。故身个人给咪来监察院，都来希望安尼监察委员来主持公道啦。宽堂公被对朱文公，难道原安公从27公里个造礁，系全球限定宽度有珍贵个生态资源？不过对外做文字法，签订太坦造礁系自然体检，中央同地方机关啥日切送来送去，希望监察院在求进行经验，对实际个公务员提出弹劾也系纠纪案，同时咪重新一切都无变个诉求，要求将油头保护期挖石之前，尽管严时停止施工。那么303个太险情况，那是变落去就救唔上来的。它如果丢下去，对这边的生态一定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过去桃园市政府他曾经有说要依照那个农委会的那个调查的报告的结果，那农委会调查报告已经很清楚的建议要把既有的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扩大，变成南桃园藻礁生态系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我们希望能够落实。宽塘公溪流发起街83日，副组织前人前行应价关，无到一礼拜的时间，都有外2500个人报名，超过本来预期的2000个人，希望用太。大家力量，本政府了解造谣有其重要。看到新闻，王金超、刘义平特别报道。